要抽烟吗？就是我们话题聊得很来，然后再加上，我觉得他，演艺圈很多男生可能比较活泼，比较会交朋友，那他比较不是这样子的类型，那我就觉得说跟他在一起，蛮有安全感，然后他也，例如说像。可能我们在拍美丽人生的时候是真的很辛苦，那他也是会尽可能的，例如说煮个苦汤啊，还是什么去做一些就是很贴心的举动。对我自己觉得，我一直以来都有经济能力，所以对方有没有经济能力，其实对我来讲没有那么重要。当然，对方只要不要靠我养就好了。但不是的，所以一般好像觉得说男生没有你有钱，没有钱，没有他有钱。但收入比较少，一般男生的条件、外在条件，但其实因为从以前我就没有在乎钱，那应该这么讲，他是一个很享受生活、懂过生活的人。他就是那种，你知道他是一个就是非常爱看书，他家里是满满，他可以一整间房间、一整面墙都是书柜，都是书，所以他就是。他只要静下来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他就去看书，他也不是说会去移花买什么，所以他我觉得钱对他来讲不是那么重要，他享受的是生活跟那种生活过腻的感觉。而且其实因为一方面是他也有工作，他也有收入，然后二方面是我自己觉得我一直以来都有经济能力，所以对方有没有经济能力其实对我来讲没有那么重要，当然对方只要不要靠我养就好了。爸妈对他有什么评价？就觉得他，虽然比较安静，但感觉真的是个老男生，因为他其实比较不是那么外向，可能不会去跟其他女生聊天啊，然后比较会是focus在自己的生活跟工作上面这样，然后他也蛮照顾我的。要抽烟吗？就是我们话题聊得很来，然后再加上，我觉得他，演艺圈很多男生可能比较活泼，比较会交朋友，那他比较不是这样子的类型，那我就觉得说跟他在一起，蛮有安全感，然后他也。例如说像可能我们在拍美丽人生的时候是真的很辛苦，那他也是会尽可能的，例如说煮个苦汤啊，还是什么去做一些就是很贴心的举动，所以都没有考虑要结婚，没有这个打算啊。他也 OK， 他也 OK， 他也 OK， 因为本来我们两个人就是。比较没有觉得一定要去完成什么社会责任，对啊，因为包含像我家我姐姐已经有小孩了，就是我爸妈都有孙子了，那就是事到如今，我妈也觉得就是我过得开心其实不太重要，就是她也觉得两个人开心总好过可能如果我需要有更多的压力，或者是我有需要更多，例如说我现在如果结婚生小孩，我势必往后就是我还可能还要再辛苦个20年。那我妈妈就会觉得说，其实，她也希望，尤其是我姐夫结婚啊，就希望说，至少生下这个女儿，就是你开心就好，想做什么事就做什么。所以你自己不会想要生下？就是我现在想到我啊。很专业，对，然后我们还是会沟通，然后想去
处怎么不做。你说事发之后，对，还是会沟通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！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宪歌就在这里。